老乡，在这忙了多长时间了？2分钟。我在那看足足一个钟头，不可能的。这是啥时间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看都烧死了，我操！疫情期间，没有任何理由。是。马上要的，我们知道。拘留3个月，放缓4个月，那我回去呢？啊！我回去。马上我回去。走。是谁的牛？啊！多少人在这站岗放着？你还在这？啊，扣塑料布了你？